跟赵云蕾，接着是寻求卫冕的阿曼跟 Nasir。好，这场比赛要由中国队先发球，赵云蕾发球 ，Nasir 接发。哇，张楠呢、在后场先发动攻势，攻向 Nasir 的回球在往前被赵云蕾给拍了下来啊。漂亮哦，阿曼把球接到中国队的后场，1-1。哇，张楠的扣杀速度是非常强悍的，尤其是扣向了 Nasir。马上还以颜色，阿曼也把球扣向了赵云蕾，2-2。不接了，是张楠的球打得太偏了，3-2。球 Nasir 放掉，但是阿曼已经被调动开来了，对，他没有意识到阿曼没有办法回来了，3-3。高压扣球，扣在印尼组合的中间这条线上啊，从 Nasir 跟阿曼的中间穿了过来。判断的失误哦，5-4。Nasir 接发，好球好球，5-5。
Nasir 失误，6-5。赵云磊没有能够把球打回来啊，6-6。这是一个发球的失误，7-6。但是想要打变线，但是被网子留了下来了，8-6。9-6。7-9。双方短球打的也蛮多的哦。张楠的回球回在网，赵云磊的球回在网上。Nasir 发球。还有，好球，打小球漂亮。哇，真的是。空中停留啊，滞空时间，在空中停留时间来做假动作。啊、注意看赵云磊的动能哦，重心是在后，往后撤。那阿蒙呢是打了一个小球。哦，好球，10-8。他们发球，好球，好球！哇，这一分几乎就是阿们绕着全场跑、哦，以 Nasir 为圆心，他就一路绕，一下在后，一下在前。
印尼先拿到了第十一分呢、哦。卫冕的组合在第一局是一度落后，但是连续的得分的结果，先拿到了第十一分。20 seconds. 感觉有机会的。Thank you, coaches. 11-10. Play.就界外11-11。是在界外啊。被挤压到了阿蒙。12-11。这球没有办法了。这个质量不够啊，阿蒙的起跳，他的重炮式的攻击就可以很轻松的轰下来。赵云磊反拍被逼的只能把球挑高啊。压到线呢，13-12。14-12，非常好的发球、哦。赵云磊的接发球失误。13-14。为了空拍，15-13。
下网两个快速的平级，16-13。17-13。跟纳斯有这分守的真是严密啊，18-13。20-13，现在第一局的局点出现了，印尼有7个局点的机会。哇，纳斯有的反应。哎呦，压线！哇，21-13。他们跟 Nasir 拿下了第一局。Level play.
好，第二局 Nasir 先发球，啊，赵云雷失误，他想要打一个带切的球哦，但是切在网上。啊，扣下来了这一分，印尼是掌握比较多的优势哦。3-1，赵云磊的发球发短了，哎呦 Nasir 4-1，连续的得分了，5-1。张楠发球，哇，这个接发球接得很好，张楠认为这个球会出界，他闪这个球，但是球是在界内。裁判对张楠低头讲了几句话啊，这发重发，就出界了，7-2。漂亮，阿门，他这个扣杀哦，看起来好像要连续的去压制赵云磊，但是他突然间变线打向了张楠，张楠的重心不断不断的想要，好像要去保护，想要去分担赵云磊的压力，但是呢他的反手拍就挨了冷箭了。
好球，好球。这个球就是张楠去压制，强攻压制阿猛。而赵云磊在前场去等机会。3-8。发球违例，是发球裁判抓了赵云磊的发球违例。刚才球看起来还好，哎呦，必须要出手。对，像这种最后一刻犹豫的出手，通常都不会有好的结果。挡在前面的 Nasir 打在拍框了啊。哦，后场被打掉了。赵云磊成功的把球拨到了印尼的后场。这一次 Nasir 就在前场抓到机会了啊。第一次赵云磊的这个接return 做得还不错啊，防守做得不错，但再来的这一拍就在前排被 Nasir 拦住了。哎呦，这球扣向了阿蒙的身体，7-10。7-10。线球扣得真准哦，在第二局卫冕的印尼组合阿蒙跟 Nasir 还是先拿到了第11分。20 seconds.
终于把赵云磊的防守逼出了界外，13-7，绵密的攻势哦。来，这一拍打得有点刻意啊，但是刻意呢则是偏掉了，8-13。那纳西尔刻意要打一个很大的对角线，也就是偏掉了。出界，那你看那种平推的球哦，它有速度哦，反而很有机会用速度去压制对方的防守。在前排的阿蒙，他打了好几个这种平推的球，或者说用速度的改变啊，球速的改变来影响对方的节奏。9-14哦，看这个发球发生失误了哦。赵云磊又再一次的发球失误，15-9。分数追近到4分差了啊！哦，阿蒙打得很神呢，但是最后球还是落在了界外啊，12-15。的扣杀终于扣下了这一分了，哇，真的是杀声震天呢，16-12。
他们要做变线，但是没有爬过去，13-16。赵云磊的球，你说在前台的球员有时候真的必须要蹲的重心放得够低哦，不然这种快速的平击哦，常常有时候会挂网。还有啊，完全就是很幸运的一分呢、啊，但是这也是一分，18-13。看这个球最后贴着网过来，还把赵云磊的这个防守逼得必须把球打高。14-18。好，下网，15-18。球有压到线呢、啊，哇，压到线的结果就是差两分，印尼就要卫冕成功了哦。哦，真的有压到线。出界。哇，那现在冠军点出现了，20-15，五个 match point。在攻，他们，哎呦，打在网上，16-20。还有四个赛末点，赵云磊发球 ，Nasir 接发，再扣，哎呦 ，Nasir 最后打在网上啊，啊，救了两个赛末点喽，还有三个。
比赛结束， Nasir Ahmed 他们卫冕成功第三度，在全英羽球锦标赛拿到了混双的冠军。他们去年呢也是在决赛打败这一组，今年在决赛又是打败了张楠跟赵云磊这一组。在今年的全英羽球赛，印尼呢是拿到了男双跟混双的冠军，中国是赢了女双跟女单的冠军，而马来西亚是李宗伟赢了男子单打的冠军。 Three 第三次啊，而且是连三年呢包办了，应该连三年在混双 Nasir 跟阿们拿到了冠军。三连霸不容易啊。